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在这里呢，要邀请到的也是一位实力偶像，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高清晨，有请。从你望向我那一刻起，孤岛屿是被灯塔照明，那深海中的鱼仿佛置身于陆地，无所适从，每一口呼吸。从你走向我那一刻起，忽然好像回到了这里，往事厚重的像一部怀旧的电影，仅有为昔日的恋人重时候中的像一部怀旧的电影，今夜再次为昔日的恋人重映，让你等太久，相信他奔赴宇宙，冥冥中那根细弦从未松落，一直贴在手，让你等深深深是奈何，推断怎知一眼成全。
Hello, hello, 真的是翩翩少年闪亮登场的感觉太帅了 hello, hello, 而且今天的清晨的衣服也很别致哦很特别嗯，我觉得一般我开玩笑我开玩笑是不是很帅各位谢谢没有谢谢还有超帅的对不对啊那今天呢我们特别开心华语音乐打造中心邀请到了高清晨其实之前清晨跟我们录过很多的 ID 是的、啊、然后都有提到过华语音乐打造中心是的、啊、今天终于来到现场了此时此刻的高清晨的心情怎么样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特别特别的开心因为这一次就是首先是我的荣幸能够来到华语打造中心然后因为很久很久没有见大家了所以是一个给我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机会而且特别特别的珍惜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今天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我们也很开心能够邀请到高清晨那小九最近怎么样忙不忙还挺忙的对不对没有就是天天练为了今天嘛就是希望可以带来给大家最好的作品然后没错、嗯、我们也期待在之后能够看到更多你的舞台好不好谢谢太精彩了谢谢清晨